首次上稿18:37更新时间22:42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中台泰利路径一路北偏，今下午5:30台风中心已来到台北正东方410公里的海面上，并持续向西北西转北北西前进。在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下，北部、东北部仍要严防大雨或豪雨，部分航班及船运也因此取消或异动。交通异动资讯，机捷 A1 北车预办登机，今晚暂停桃园大众捷运，表示机场捷运 A1 台北车站的预办登机作业，今晚6:10起暂停服务，明天恢复正常营运，机场捷运则照常行驶。国内现取消航班如下，华信航空明上午18班，包含台北、台东 AE 392-391，台北、马公 AE 363-364-365-367-370-374，高雄、马公 AE 344-342，台北、金门 AE 1261-1263-1263-1268-1269-1270-1270，台中金门 AE 766-765。内容航空明上午10:00松山出发航线及中午12:00马祖航线取消。远东航空明上午10:30松山出发航线取消。德安航空是气候逐班调整。国际线取消航班如下，中华航空明取消桃园、大阪 CI-153-152， 桃园、釜山 CI-188-189， 长荣航空松山、羽田 BR-192， 桃园、香港 BR-891， 桃园、澳门 BR-807， 桃园、大阪 BR-178， 桃园、胡志明 BR-391， 桃园、函馆 BR-138， 桃园、呼和浩特 BR-728， 桃园、吉隆坡 BR-227， 桃园、雅加达 BR-237， 桃园、新加坡 BR-225， 桃园、浦东 BR-712， 桃园、成田 BR-198， 芝加哥桃园 BR-55， 西雅图桃园 BR-25， 温哥华桃园 BR-09， 旧金山桃园 BR-07， 洛杉矶桃园 BR-15， 休士顿桃园 BR-51。航班时间异动，远东航空松山合肥航班 FE-161 提前到下午3:50起飞，船运停航。受泰利台风影响，今日62船班停航。受泰利台风影响，交通部航港局通报，今13日国内共有13航线、62船班停航，海运变动航班则有台中、厦门提前至昨晚上开航。其他，泰利北走泰鲁哥防豪雨封闭步道，泰鲁哥国家公园管理处与保安警察第7总队第9大队考量山区恐有崩塌落石风险，陆续派员至各步道拉起封锁线，并劝阻游客近日切勿入山游憩。